Voilà. T'as l'air de te dire, on va aller, mais on...今天我买的是那个干莲藕，然后今天的阳春面是分开的，然后今天是榨菜螺丝，很简单，就是先把那个，先把面先放进去，所以先把，他应该知道我有在做吧，最好是把面分开了吧，然后面先放进去，然后喝一点面的味道好了，然后没关系，就不要像我煮面煮到那个面汤进去的面还是面的味道。哦，然后它不知道是我勾错还是它弄错，我搞不懂。对，它有汤是大碗的，它说我勾大碗的，它有汤是大碗的。哇，一堆汤，对。先喝口，没有有青葱吗？然后阳春面。这榨菜螺丝汤也不错。喝点汤饺，不然那放不进去。那我榨菜跟豆丝。哦，那好，蛮的啊，一堆榨菜跟豆丝。这也不是什么豆丝，就是一些瘦肉。洋葱头，瘦肉红葱头，我搞手就这样子啊。对，瘦肉也可以充当肉丝，红葱头就比较香，香气比较足。然后就是啊，榨菜就是酸菜啊，我肉丝就是这个瘦肉这个也可以，我也是可以充当。然后就是干莲藕，很难嫩的，好吃。然后没有葱，那个，然后葱还有什么？还有姜，对，还有姜丝。蛮好吃的。然后那我要阳春面打散了，等到水够多注入的时候慢慢打散，然后它就会散开了。把它散开了，我继续给它，要给它浸湿，那面怎么打开来？不然挣脱的了，打散以后变成整条面。嗯，我这样子冷却比较好吃，面给我。
最近时机不好，工作不要乱找。对啊，你有一些人离职了，要老帮我做怎么办？对，我有在直播，我一天我也赚五，还赚五块啊。对啊，还是一样，社会工作也要好好做。嗯，那跟本来跟别人本来就不一样。嗯，就是要有赚，有得赚就去做。做人有时候也可以现实一点。用Q很Q，非常Q。嗯，我忘记浸泡完了，枕头变成条。对，哦，拿满了面。真的好吃。蒸面就没有肉啦，对，我是吃牛肉面要有肉。吃梅肉好像是青葱吧，酸菜比较多。就是天气炎的，外面东西都很容易就坏掉，所以吃东西还是要满足胃口的。我做的是有一次影片啊，吃下去是酸的，知道到底是要去看医生还是吃个止泻药这样。嗯，先去吃这些猪。那个瓜莲很有嚼劲，可是嫩条也很有弹性。不知道是哪一种，剩下的大概是汤的料。
吃。人活着之后是努力啊，对吧？人都抱着人活好了，哈哈。就是人死掉最没烦恼，对吧？因为大家都每天都会觉得烦恼。对吧？我如果是没有想要赚钱，我应该也不会播，不会直播，对吧？我要在做哈士，啊，我41岁，很多老一辈都一个一个躺，很多人啊，洗手间。